挑战经典升级训练营迪马西全球直播首秀正点开营，有请迪马西。Şamal dostlarınızı bir odanıza. Hani, hani, hani! Oh yeah, yeah. Whoa! Min özem er ağın er batar. Kaydolar ağın kızlar bir min şağır oy jela.
握住你的手，放在身后。
哇塞！不可思议，不可神的。Voici le SOS d'un terrien en détresse. J'ai mis une pierre sur terre. Je prends mon propre besoin. Je n'en dois pas point. Je voudrais voler.这首是被誉为全世界最难唱的五首歌之一，也是因为这首歌呢，让迪玛希在歌手的舞台上是一战成名，惊艳全球。那我看到了在直播的平台上面，很多的粉丝呢都非常的心疼迪玛希，都说迪玛希呢就是今天，对，没错，你说在歌手上面呢，他只要一次唱一首歌，顶多唱两首，但今天他唱了三首歌，而且做了那么多的游戏，非常非常的辛苦，很心疼，也是满头大汗。那我再拿上精力有劲来的论一下喉咙吧，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么在欣赏完了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本次的直播可能也要
告一段落了。我知道很舍不得，但是呢，有了第一次，我觉得呢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也呢期待呢迪玛希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精彩的直播来跟大家见面。今天呢能够在舞台上面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面的迪玛希，一个腼腆的、可爱的一个大男孩，对不对？现场人非常的 nice， 对不对？OK， 那我也再次的希望现场的所有的宝宝们，以及呢还有在我们网络直播平台上的宝宝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小哥哥迪玛希。很多人会说呢，一听他的歌就会中了进口小哥哥的毒。我想说，请不要给我解药。好的，我想再次的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点赞数，实时点赞数是多少万了？好的，我们现在的点赞数是4226.9万。哇，4200多万，就感觉今天所有在看天猫直播的人全都涌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哈。真的，我们这个迪玛希的粉丝的是不是说只在中国，是全球各地每个角落都有迪玛希的粉丝。好的，如果你们还希望迪玛希会有下一次的直播的话，用掌声来告诉他好不好？谢谢，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好的，今天的直播呢，不好意思，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天猫超市的福利促销还在继续，只有今天的迪玛希全球直播首秀才会有7折来订购我们的经典有件的机会，同时满99能够减40元的优惠力度也只在这几天，请大家多多支持迪玛希，支持经典，优惠活动不容错过，赶快去下单吧。让我们最后用掌声再次的感谢迪玛希，谢谢，辛苦了，辛苦呢，辛苦。好的，在线的宝宝们，不要走开，继续点赞，不要停，谢谢大家，继续到天猫超市去下单订购经典有机奶吧，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谢谢。